各位，哦，即摆袂当讲同志同心嘛，爱讲众将官，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咧，即、這个最后的即个半工吼，啊，授训结束以后啊，大家拢会当得到一张台湾民政府发予你的高级的行政加即个参议的结业证书。啊，即摆呢，我来说明讲，是安怎互你即个结业证书。即、這个表示讲，在座的各位啊，对即个台湾的法律的地位啊，已经非常的清楚。今日军事政府占领的美国是一直要求，因为伊自开始会将台湾即个所在来交予蒋介石，就是因为照道理来讲啊，伊毋免交予蒋介石，因为开罗宣言。迄当阵的蒋介石，伫1943年的12月初3发表的时阵啊，都已经有共宣布。伊宣布讲，伊若阵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会当得到这个台湾的时阵啊，伊对外中国对外呢，未侵略邻邦，就是隔壁国家。所以虽然伫1949年的啊，做10月初1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伫北京政变成功。毛泽东占领着中华，宣布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变作一个流亡的政府啊，离开伊家己的本地的领土啊，走来伫台湾。这个台湾是伊的占领地，迄是历史上呢，伫国际上啊，伊叫做流亡政府，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伊叫哩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毋是台湾哦。因为国际法内底，流亡政府的称呼啊，后壁一定是一个城市，敢若亲像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French London） 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阵，敢若亲像韩国迄当阵流亡政府伫上海 （Korea Shanghai） 后壁一定是一个城市，这是表示讲迄、那个国家已经流亡啊，流亡走去伫即个做。啊，一个城市，敢若亲像西藏流亡至德兰萨拉、Tibet德兰萨拉啊，这就是讲啊，西藏流亡政府在德兰萨拉。所以中华民国流亡伫台湾的时阵，迄个时阵啊，美国因为蒋介石一直甲伊讲几啊摆，伊讲吼，他能够代替美国啊来执行这个反共的策略，啊，迄当阵因为确实有影共产党的势力啊啊愈来愈大。甚至呢，有要向这个亚洲啊来扩展。美国为着要来防止共产党的扩展呐、啊，所以才吼这个同意这个蒋介石啊，在咱台湾啊，会暂时的啊做占领来统治台湾。当然，咱台湾人的不幸啊，咱台湾人不幸。所以我相信咱这三天内底啊，咱大家拢读足济这个做历史的文件，啊嘛知影讲这个条约内底是安怎写，所以。大家清楚以后呢，后摆咱个台湾民众执政的时阵啊，当然在座各位啊，每一个，我讲每一个，一个都无漏去，每一个拢会当咱个民政府会甲你派你一个啊做行政官员，即就等于啊以前啊，即个做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迄当阵因个啥所谓的大佬大脑啦，啊恁即马大家拢已经变大佬，当然有个人真少年啦，我看会出来，但是呢。你是等于是这个革命的先行者，就是革命啊，你得先行的。啊，革命得先行，在共产党的国家嘛是同款的。因的大佬，就是什么啊，做毛泽东以外遐大佬啊，嘛是同款。因有咧参加革命，但咱无要要求你参加革命。咱只能甲你讲，你用法律，咱推广法律，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就当做一个革命先行者啊。我无要要求恁做革命先烈。你若先烈就死了呢，啊！你做革命先烈要创啥？哦，迄个挂一个名要创啥？无效啦！咱就爱做革命先行者啊！所以，人若你甲你讲的时阵啊，你应该爱知影讲哦，啊，无你是伫台湾民众伫做啥？用革命先行者，咱来讲三摆，好习惯啊！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一个哩，无要叫你做革命先烈。无要叫你用暴力，无要叫你用武力来甲中华民国对抗。啊，你免烦恼，无用武力，无用暴力，
会当成功诶，安尼毋才有够，对不对？对嘛，所以讲呢，咱台湾人的个性嘛，适合这点啦。因为台湾人的迄个乌都是后藤新平啊，啊，日本的第三任的这个总督吼，诶，这个行啊民政官，伊家己讲的，伊甲日本天皇家叫起的时候，日本天皇讲，哎，台湾关了啦，哦，台湾关台湾好简单哦，哦，伊讲啊是咩啦，很简单，你有啥物秘诀？用台湾人姓三味，惊死，爱钱，爱做官。你看会主持啊，这个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嘛是拢用这套嘞，哈，啊当然啦哈，咱这三哦，咱渐渐嘛，爱来个改掉，哈，一定要把它改掉。所以今日呢，咱这个做你的结业证书哈，因为咱即马拄着咱的改版，迄、那个结业证书的改版，所以呢，你的结业证书会慢一个礼拜，哈，会慢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内底哈，依然啊，一定会寄给恁，啊，无就是给恁的州长有。州长一个一个甲你通知啊，啊，请你去领。啊，我希望讲吼，咱各位吼，你即马后摆即个做官的迄个做啊，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伫中央，在中央；另外一条路伫州内底，啊，啊，州内底呢，你当然爱甲即个做咱的州长啊，啊，较交陪咧，啊，定来互州长看到。可比讲州长来你办恁的演讲，啊，你办啥吼，啊，加减啊去啊参加啦。吼，你莫讲啊，你啊受训了，啊，你就结束啊，都拢无看人啊，迄袂使。你就普通时，咱即马是全台湾吼，即、這个六个州甲即个高山诶所在，拢有迄个办公室，啊有时间咧去办公室坐咧，啊啊，大家开讲，啊交换意见，啊相信咧，啊若安尼诶时阵哦，你甲即、這个啊做台湾民众袂脱节，吼、啊、袂脱，你毋通讲受完训了等于吼，啊就三幺那那咧，安尼是太可惜啦，吼、啊。虽然咱有用即、這个啊做开了6000块、10000块，直接就住宿。我跟各位讲过，迄住宿费，咱是山庄咧，伫这山庄，人互你食，互你住，啊房间互你用，啊这等于民宿啦，整个是民宿的费用，这跟咱台湾民众啊没有关系。咱台湾民众是真好运，会当找着这个所在来，互咱大家人共同伫遮上课，啊斗阵啊来啊开讲，啊甲上课，吼，啊这是真好的一个所在，咱嘛真感谢。这个啊，做农庄的老板啊，尤先生啊，当然啦、啊、哈，有个人吼、啊，若未了解，还是外口唔知影人，都会讲乌白骂嘛哈。哇，你那趁这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哈。所以今日咱在最后一天吼、啊，上个重要就是今日用下晡3:30、3:30的时候，我们会拍照。我拜托你各位，你若要整理行李啊，你伫12点以前行李整理好，边放喺边啊，无要紧。翕相的时阵啊。2分钟、3分钟盖出来，你有当你整理整理行李啊？啊，走你楼卡翕煞，啊，那翕煞咩啦？歹势呢，后盖个迄个做高级班的时阵，才叫你过来补翕呢。啊，你若补翕有效无？无效呢，因为你即马翕了啊，即美国迄边拢会用迄、那个啊做电子设备吼，将你的人头吼拢甲抽出来呢。就是讲，知影你这个人有受贿有受贿，所以后摆你要任命的时阵哈，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呢。啊、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哦、你既然这么辛苦啊，啊，在这里艰苦三天啊，啊，这个尤其是3:30的这个做啊，那个结训的时阵啊，那个翕相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非常非常要紧。啊，你表示讲哈、啊，咱有受到了完整的法理论述的初级班加高级班啊，拜托大家啊，3:30的时阵，唔通呢，唔通去闹开，好唔好啊？好。拜托哈、啊。啊，过来就是讲，这个要做，我今日吼，我来要甲各位讲，恁已经伫初级班的时阵吼，啊，每一个拢有送你一面的美国国旗。啊，像高级班呢，我是希望恁家己，哈、啊，恁家己呢，啊，做咱的民政委旗啊，含这个要做啊，军事政委旗啊，这两支呢，希望恁会当家己有啦，爱藏喺厝的。我甲你讲吼，美军我是估计哈，这今年的年底一定会入来，当然会入来啥，是正式入来。啊、当然，即摆已经入来，即摆2000几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已经入来伫台湾。啊，所以呢，有个人拢无快吼，敢若亲像迄个这边甲菲律宾，我有讲过，迄、那个基德舰顶悬有迄个啊做啊美军的相片，迄、那个美国咱的副主席，你也有迄张相片嘛，对吧？你有法度互迄个啊做网络吼，互迄个网络吼，迄张个登录来迄个内底。然后呢，我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哈。迄张的相片哦，我互各位看。迄、那个相片就基德舰，伊伫要去甲菲律宾从，迄、那个要讲啥物啊？做护渔的时阵吼，
其实迄个记者证顶悬挂什么旗？美国国旗呢？中华民国军舰顶悬挂美国国旗呢？啊，下骹只敢挂伊中华民国国旗呢？啊，咱拢唔知影呢。啊，你看吼，既然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会当做军事演习哇？袂使，你若去军事演习，等于啥？恐怖分子呢？所以咱台湾人拢唔知影呢。所以唔知影，所以报纸拢乌白甲你讲哦啊。啊，政府嘛，甲你骗啊！讲咩军演？你怎么军演？你不是国家，你怎么军演？你若军演就是等于啥？恐怖行为呢？所以这是国际法咧足清楚的物件呢。所以但是台湾人唔知影呢。台湾人叫是讲，吼，家己偌强呢？哈，哦，你有看吼、哦？来，反制非国三军是吧？你有看、哦？记者见，顶管迄支旗啊，什么旗啊？咱美国送的旗啊，甲迄支有同款无？是咪同款？喂，中华民国的军舰顶管是美国旗，你不会很奇怪吗？一般你看你袂注意啦，但是我咧上课甲你讲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啦。啊是安那？怎么当时中华民国变做美国旗啊？你有看无？所以咱咧上课唔是假呢，啊有个人这么外口吼，为着要让咱速度变慢哦。乌白跟你讲啊，什么骗人啊、骗子啊，什么话？各位啊，咱台湾民众有甲各位骗什么物件？有啦，咱叫大家申请身份证，迄一千块、一千块，唔是咱收的呢，迄是比美国做的身份证呢。啊，你中华民国的护照都要1300块啊，迄用纸做的。啊，你这个身份证是用迄个塑胶、迄个塑胶防伪的物件做的，当然要钱啊。我相信呢，这足清楚的啦。你若有理解，你若有清楚，你就会了解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这张图，这即马才发生的嘛，对不对？去菲律宾无富裕啦，伊讲要富裕啦。啊，徐安奈记得见美国个要求讲，你袂当炸迄、那个啊，做啊做炮弹，爱用空包弹。所以根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什么人掌控？美国掌控啊，美国掌控一切啊。两边都是有法度讲话，尤其是中华民国，他占领嘛，他叫说不能叮当，你就不能叮当嘛。所以越来你在这上课以后，你越来越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咱现在就是美国，就希望在座咱这些人越多越好，要有四千名后摆政权给咱的时阵，都唔通去惊唔对的。你唔通哦，惊到规波，你后头个个咧话什么？台湾主权独立，台湾人有台湾主权 ？No， 台湾的主权唔是台湾人的身躯顶啊，领土主权伫日本天皇的手头，你足清楚的嘛？日本天皇伫马关条约为大清的大皇帝的手头。得到了就台湾的领土主权，到今日无放掉嘛。所有的条约无一条讲日本天皇已经放弃台湾嘛，啊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伊是放弃主权权利，啊，佫是啥主权义务嘛。所以政府对台湾这块土有剩余的主权嘛，而且剩余残留主权呢，就是残留主权，残留主权。特别讲国际法的以前无这个残留主权这个位啦，迄是罗密啊，杜勒斯在迄个1951年9月5号，就是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以前的三天，就一篇真长的发表的迄个对于这个第二世界战对日本大帝国的迄个日本大帝国的迄个土地要处理的时阵啊，发表的文章啊。啊，所以这个代志你甲看看，足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台湾人要行出去，敢若剩一条路，最后的一条路，用法律来讲台湾的地位。啊，那法律讲台湾地位，虽然啦吼，虽然国民党也好，啊做共产党也好，台独的也好，拢不爱和咱完成。但我甲各位讲，咱一定完成，只不过是速度较紧，甲较慢。如此而已，较慢是安怎？伊即马甲你叫啊！啊，有个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去啊。我是常个形容，即敢若破病啦吼。人一生伫社会内底，
有当你会当拄着迄个病菌，甲你侵蚀，互你感冒。啊，感冒的时阵，你有个人真紧，就这个感冒的细菌，互你甲战败，互你甲打败，安尼你马上就康复。但是有个人呢，身体较歹、较弱的，意志无坚定的，你会去互细菌把你吃掉，破病你就会死。啊，你若无死，都爱将这细菌甲消灭，甚至甲讲倒转来，讲安尼。所以呢，这是今日。在这个做要上课以前哈，我含各位来检讨的，就是讲这个高级班哈、高级班上的代志是要创啥？啊，恁大概后摆你等于地方以后哈，咱即马地方每一个地方拢有这个做有这个啥？有这个办公室。啊，你像高雄伫自立一路，387号，哈，啊，台南伫台南的林森路哈、一段，林森路一段的。哪对？169号对，169号。迄、以前的阿边啊饭店啦，吼、哦，啊伫嘉义嘛有，嘉义伫迄个啥，迄个做体育馆的头前，吼、哦。啊，咱伫彰化嘛有，彰化伫迄个啥物路？彰化伫啥物路？平和十一街啦，啊，十一号，啊，平和十一街伫彰化。啊，台中嘛有，即摆台中呢，咱袂伫迄个潭子。大概还一礼拜就好啊！吼、哦，迄当这200几个人哦，吼、哦，同心伫迄个所在。啊，过来这里啊做新店，吼、哦，啊，鼓山这嘛有桃园的，吼、哦，在龟山，啊，这個、台北嘛有，啊，宜化东嘛有，啊，鼓山嘛有。咱每一个所在，咱都有咱的办公室。啊，所以呢，希望讲各位哈，虽然是离开，啊，过来，那普通时的这个礼拜，咱有上课的时阵哈，礼拜下晡。点半吼，欢迎大家拢倒转来来上课。安怎讲呢？礼拜每一礼拜礼拜，真正今日礼拜嘛吼。下晡的这个点半，我上课吼，我拢讲这礼拜以来上新的我们的情报，咱上新的进度吼，啊是当然会让各位知影。啊，你若无要个一个方法，你就上我们的网络去看吼，上网络去看。啊，看了呢，你就会清楚讲，这礼拜咱即摆民政府的进度甲啥物比啥。啊，各个要种啥，你就足清楚的。所以哦，智者有聪明的人哦，家己也要反思啦，啊、哦，也要去想。啊，人怣的都不会去思想。所以我是伫这个所在吼，祝福咱各位吼、好不容易吼、高级班来完成，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啊嘛，希望各位吼、你若回去，伫你的周围，你的周围啊，看一寡较优秀的，莫讲。要做官，要找较优秀的，哈、哦，真正有优秀的台湾人，真正对台湾这个土地有心的，欢迎进来，介绍进来，拜托各位，安尼好唔好？多谢，谢谢。我今日哈啊，讲到这个所在，大家呢稍微休一下哈、哦，我知影大家拢真忝啦，因为安怎来在，以及在今日再去食饭吼，都无紧张，知影遐尔早就起来。因为大家都会吼，较晚起来，表示讲吼，昨暗困了袂歹啦，吼，对不对？三工拢真艰苦啦，你莫甲我讲吼，你吼直接足快活。我逐工迄个每一届，遮久啊以来，我都无法度足快活，你有法度快活，我有歹势。你久久来一摆，我是啊一工一工都足艰苦啊，你有法度通足快活。来，安尼咱大家小休一下吼，啊咱等下，做八点，今日八点的课上，啊你哈，哦连生，哦这连生真好，这少年啊。伊本来吼，伊是伫上迄个啥物话呢？上迄、那个啊，做训练吼，激励课程，哈、哦，激励课程。伊个课，你去听伊个课，三天五天要开50000块呢。啊，那是你伫遮是免交钱呢？你干那交迄个住宿费尔呢？要上伊个课要花很多钱呢。所以恁等恁就知影吼，伊上个课吼有价值无价值，安尼好无？好，谢谢。